有另外一面这样的，千面女郎，也就百来面吧。哎，你知道我前两天跟记者吵架了吗？跟这个不是这个，没有弄得很大。就前两天我一是看到就是别人拍我走光照，就常常会有就是拍到什么我裙子比较短呐，人家拍到你内裤是什么颜色这种。然后当然每次拍到了就觉得哎呀特别倒霉，但你也不能说什么，哎呀就打打哈哈这种。后来那天就是我正好在前天我正好在做访问，然后我的助手蹲在地上帮我举着话筒，所以他是视频线是跟别人的大腿是平行的，突然看到一个相机就在那个后面的腿丛中放在地上，就正对着我的双腿中间，指望着你就是一不留神他就去拍你的猥亵照片。当时一下子火了，但也没有发很大很大火，因为我不会发很大很大的火的人，就生活中一下子就好像平时他被拍到人家说你都不生气，那个特别生气，真恶心你。而且你觉得我当时后来回来车上想，哎呦我是这么去拍你老婆拍你妹妹，把那个相机搁在你妹妹跟你老婆腿底下，指望着她一不留神起个身干嘛的拍内裤，那么猥亵的事情。所以我很生气，但是那天我一真的生气以后我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人，但我演戏可以，我演戏生气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但我生活中一生气我就开始语序不顺，结巴先。所以我没办法吵，我只能说你真没素质，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等等人也跑了，我也不知道谁。不是港台记者吗？就是我很失望，是我们内地媒体，不是港台记者，我当时还脱口而出什么学港的香港记者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学好内地学，然后我回去想了一下很多东西，因为我说就是中国现在啊跟外面学习的很快，对，什么东西都学，当然我们好的也学了，那我们不好的也跟着学。那你说马来西亚是一个跟中国发展也差不多的国家，是从某种角度还更富裕，因为它比较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民俗，就是说是，但有的国家不是马来西亚，有一点他们请演员来拍本地的广告，坚决不用外国人来拍的，当然是一种本地保护。在马来西亚呢，是我拍过一个瘦身广告，穿着泳装到马来西亚就用电脑把我的泳装上下给粘起来了。因为马来西亚是不能看到女人的肚脐。对，他那个回教就那个伊斯兰，相当于伊斯兰。对，就像我们中国，老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每年的春节、大年除夕跟大年初一，全世界的全中国的各个角落的人开始蹭蹭蹭都往自己出生的地方跑，就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在美国、在法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一到春节开始，各个地方像归巢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中国的一个习俗跟特色，就像马来西亚不能看到肚脐，或者说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本土的特点。那狗仔队是一个舶来品，我觉得。对。你为什么不可以发扬我们中国的特色？我们在中国就没有那么低级的新闻工作者。是。我觉得他们是给整个新闻界抹黑，尤其我平时还比较喜欢看《三联周刊》啊，
比如说一些南人文一类的，对南方什么就是周末之类的报纸，我觉得那些记者都特别好，写的东西也好，也深度，也有文化，也给你教育知识。但他现在也被称为记者，你要跟那个蹲在地上去拍你内裤，那也是记者，小报记者。所以，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公平，而觉得为什么我们内地就不可以人文一点的，就是做我们的新闻界，对不对？当然了，你说全世界很少有地方没有狗仔队，但是我们不能追上英国，造成戴飞那个事件，太过分。我们也不对，我们也不能追成香港，香港也是英国的，让所有人都不出现。英国的忠实的学生，因为殖民地一百多年，对对对，所以就说他真的，而且最近这个李亚鹏这个事件，对对对对，搞得很烦人的。对，我觉得你可以学的新闻的速度或者深度。但是你要有一个中国特色的人文态度，嗯。所以后来呢？后来你什么都学嘛，你就说不出来了。我当然不能讲脏话了。我当时就很想说，哎呀，那不访问了。但后来我想，事情搞大了，第二天都没有话题的新闻，就是我不做访问了。嗯。然后他们记者呢，还有一点点可能关联，看我那样发脾气，他们也有一点挑衅。就是这种动一动话筒啊都没声音了什么什么这种，反正也是对于这种态度也不是非常的觉得不好意思这样的，因为你们就算要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被人发现还剩别人请你这种的，他可能觉得好像就是香港啊英国啊，他觉得他理直气壮，他觉得他是狗仔，对，觉得香港都这样，香港记者都这样，我们这样，我们一定很，而且很实际。你刚才那个观点很对，应该不应该生吞口什么都吃。对啊，而且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当然像马来西亚或者是哪个地方。你的论据。我的论据当然还是春节啊，也是我找的论据，对不对？对。我们的是新闻媒体，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嘛。中国特色，对。对不对？对。你这个开放，就像我以前去台湾，我是受不了的台湾新闻，因为他台湾新闻就是哪儿有跳楼了，哪儿有凶杀案，哪儿有撞车，然后连续直播，小孩子边吃着饭边看无头尸。我那时候在匈牙利家，我说看两个小朋友就在那看那无头尸，然后这是真的吗？我说小孩子看这个不太好吧？这样的世界，这也没办法，这就是新闻嘛。实际上是不真实的。这个世界是更多方面的，对，这比例来说，一个无头案跟一个正常的比例来说是可能一分或千分之一，是对人类人口来说，但就是永远在直播。那后来那天那个拍照，后来就是吵完以后没有这个，因为那天我没有上报吧，没有上小报。有，因为那天我确实我是在理这样的，你都看到了，都杵在那儿对着你拍，别的记者也看到了。然后就说，哎，你别生气了，我们问一点高兴的问题哈。还大部分记者是非常友善的。对，我们去大陆记者还是比较。所以我就不是就觉得还，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在怀疑过中国人嘛这样的。对，是一个老鼠坏了一个钟。嗨，不提这个亚当的事情，我也觉得我很支持他。Okay, 是。因为我看完那个视频，我就觉得他不是李亚鹏，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普通的男人。一个不认识的人拿着相机对着自己的女儿堵着脸拍，他早就去打他或把他送到警察局了，怎么可能像李亚鹏那样，你不要拍了，你不要拍了，只能把他推开一下。哎呀，也就是亚鹏吧，也就是因为是李嫣的爸爸王菲的老公，还有他自己的名声，他自己的工作形象，这些也是他的束缚，不能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对，我是一个父亲，都特别理解他，我觉得。天使旅行家又笑得很漂亮，你自己想转行当主持人吗？我就客串一个月，然后退居幕后了。发现你是好像把各种职业、各种行为每个人都尝试一下，然后就甩手走人了。我也是百变。那我们有共性哈。对对对。就哪儿都是苍蝇呀。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出名要趁早，成功和出名后导致你的空间很大，就可以。哦，对，我还可以长大，还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哪个包吧？
这个我会喜欢上这样子的，因为我知道你要送我包，我就挑小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小的？小的包用的料少，就便宜一点，是吗？显得我没有那么铜臭。除了这个成名之外，跟成名伴随的就是，片酬越来越好，广告片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有钱了。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女孩，有钱这件事儿，成功。我真的要成，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其实我很乐意谈这个话题，因为有钱呐、在中国啊，容易被夸大。我不知道像你有没有被夸大，或者别的人有没有被夸大。我反正是被夸大了。我觉得很多反倒是被缩小，没有夸大。不过你认为是被夸大？我是被夸大。夸大你有多少钱是吧？对对对，然后说在北京什么有财富公馆，又跟王菲买在一块情趣园，又什么亮马公寓啊，一些北京的一系列豪宅啊，没有一栋跟我有关系。但是只要是一提到女演员什么房产，就把我这些从来没见过的这些房地产都贴上去了，搞得好像我是个地产商似的，真是很崩溃。当然没关系的。大多数的在女孩里边，你是相当有钱的，还可以吧？那么这件事情呢，首先可能当然对于生活中是带来一种自由和空间，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男人在你面前会不会感到一种威胁，或者一种没法跟你达成一种他们正常习惯的一种关系？嗯，没办法找到一种特别自我心理优势，或者是一种感觉特好的那种状态。但我也没有好到让他们产生那种自卑感，我觉得也不至于。反正能跟你在一起，我能跟你说话，自然跟你说话。如果那个人有那种感觉，没办法跟你共同对话的话，那就不会在一起的。就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涉及到，就是先谈到钱，现在再谈谈感情。真是疼臭完了，就是在谈这个，就说我觉得有钱的女人和女孩和没钱的女孩的区别，就是说，在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成功崇拜的这样一个，没钱的女孩更容易得到爱情。在一个成功，因为她没有选择，所以她就不是没有选择，她很用心去经营。我觉得，如果这个丈夫或者这段感情是她人生中占很大的一个比例，他投入的心血就多。但是像我们这样有工作、有观众、有事业、有表演，你包括有点钱，你就会，怎么说呢？你的 focus 不会那么专注于你的感情和你的家庭，但这不是花心，而是花的心思少。对，这样的。OK。另外就是说，就中国这样一个成功崇拜或者财富崇拜的这样一个时期，一个。如果是一个比较穷的女孩呢，她在这种环境下，她觉得活得没有尊严。而你呢，你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些，而且敞开说，这个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我首先不同意你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可能长得不够帅，或者是他可能喜欢我的钱，他可能有他别的私心杂念。其实我不认为爱情是一个纯荷尔蒙的东西，或者是只有荷尔蒙才称之为爱情。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有钱或者有魅力，或者是他个子不够高或怎么样，不代表他的那种荷尔蒙对女性的影响会减低。我这讲的有点互相矛盾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有权利，有一句话，西方的一句话，就权利能激起人的性欲，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要看对方是不是也是从荷尔蒙角度出发呀？我是很好，但他也许并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呢。但是他觉得你对他很好，他也愿意跟你很好。但我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我不喜欢我的男人，这点肯定的。但是男人不喜欢我，我去追他。我是不会这样的，我一定是喜欢欣赏我的人，我才会去欣赏别人。当然也可以我先欣赏你，但你要一直不欣赏我，我是不会去这样的。他们只能说，我现在喜欢一个人，我对那个人要求是很低很低的，
我不需要你。对。怎么样？当然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因为你所高处所处的高处。但我的问题可能也不是生活琐事这样的，就是你常常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对手在哪儿那种。对。有人有能力帮你，也不知道怎么从哪下手。你从来没有过类似的问题。嗯。那种。对。有人有能力帮你，也不知道怎么从哪下手。你从来没有过类似的问题。嗯。说在美国的话，你看很多女孩吧，就说她可以，包括一些成功的女孩，她可以撇开这种世俗的观念。他可能喜欢一个警察，喜欢一个保镖，比如说 Meryl Streep， 他的都是这种，他喜欢一个，对吧？嗯。他作为一个荷尔蒙角度，或者作为一个魅力的角度。人本性的角度。跟他这个人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嗯。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到。我一直。你的选择范围大多了。我一直是这样的。但也没有更大的。我的男人，告诉我你的这个。我现在肯定是喜欢稳重的人，肯定的。我因为我已经不喜欢稳重是第一个关键词是吗？嗯，我喜欢。可能因为那个风雨飘摇了一相当一段时间，对对对，需要安静。但是我千万别无聊就行了，我不能说很无聊的。对，然后可以，哎，再说吧，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喜欢的人类型都很不相同。嗯，我不知道。各种态度是不是？不不，也不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嘛。你真的你按照你的标准，一二三选出来了，那个人先站在你面前，你突然发现你们俩没有荷尔蒙的反应，这样也有可能，这没有用的。就是感觉了。哎呀，像我们搞艺术行业的，最注重的就是感觉。哎呀，我怎么有点像周星驰了？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哎呦，我好想哦。我已经讲了大实话了，我很想啊，但是没有人跟我结婚，那就不要播出去啊。我打开天使旅行侠，又笑得很漂亮，又像小姐来一杯咖啡。什么呀，看看眼镜。其实在北京做物已经越来越好了，之前真的不太好，就是上海啊香港好多了，现在北京的购物大品牌都进了，对，越来越好了。这大言不惭，你去一些欧洲小国还买不到这些最新的这些款式啊什么的。我以为像金龙李维斯吗？不是，这排刘海的话我就是贵妇。来来来，一人一个，你怎么认到我这个？简直我们俩可以跟那开摩托车的，对，不抢劫的也可以。哎呦，对，这个哎呦，这个就更年轻更有钱了。你觉得呢？我们俩怎么像演一对夫妻似的？你这儿多种角色一块演了。行行行，待会儿我这演你姐了啊。待会儿那也有书，我们演一遍。演我小妹。还演你妹也行。你就演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小妹妹啊。好。好，这挺好的。走了走了，不用付钱的，这个地方走。你好铜臭啊，怎么能问钱呢？尤其女的还在旁边没走就问多少钱。你决定买了才问钱吗？我没说。你偷偷的问，等会儿去上洗手间了你再去问。哎呀，还有这么多啊，一样一个，来，他付钱。这就是。不，这是电影就这样。哎，这钱要了，那钱要了。生活中都是别人围着你来忍辱负重的。真的不是。生活中我比较的。不大是控制自己的这种，不太让自己受委屈吧，这样应该受点委屈这样的，但人才比较完整。所以你这个一路走来还是比较整个一个是一个快乐的走过来。还可以吧，我觉得没有一个定义是快乐或者不快乐。去问你张亮，你走到今天，你是快乐的走过来，或者你是成功的走过来？我只能说，我现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我也是，我也是，应该是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调试到一个你最适合的温度去生活这样的，这个调节的过程。因为赵薇呢，对于整个观众来讲，或者全中国人民来讲呢，就是非常一点都不陌生，或者说跟着我们的记忆呢，已经同在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呢，就说也不用介绍很多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如果总结一点呢，就说在当年的这种一块很多出名的人，很多呢都是昙花一现，
嗯啊，但是呢，你感觉的一种这种坚韧不拔，一种韧性，嗯，一种对，这是我们的共性。对，这个人还是很有质地，很聪明，很有内涵，哎、或者说很意思意思。这个现在说你啊，就是我，其实讲讲你的这一路走来的。嗯，我觉得关键还是自己，就像你说的吧，现在是比以往更快了。当然你可能在十年以前你根本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讲话不被人去打扰，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更舒服，这样子更生活，这样子太累了。我觉得没有人会真正喜欢自己到任何一个地方周围着很多很多人，然后你一举一动都很多人去看着。那现在你的知名度跟那时候的知名度也都是甚至比那时候更有内涵，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来打扰你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大家都熟悉了吧。就是中国的。而且那个时候你那时候不一样，是因为大家没见过你本人。嗯。更多的是想看看你本人是什么样子，所以才会那样。但现在我有十年时间让大家在各种场合见，就不需要挤破头来见了那样的。然后是在演出一种内心的一种尊敬，哎呀呀，一种你把我升华了，致敬。看着文章要结束了，要升华了那种。对。一个是不被打扰，现在大家一种很。哦不，现在就是一种很健康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环境。以前的话就是我觉得太易遭人非议这样的，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好从坏各种角度去说你，可能觉得说你比较有人看。那时候只要你做一件事情都有太多声音去说。那时候你那么小，然后呢小燕子一下成名，然后呢关注度突然从零一下上升到极高。嗯，然后呢大家都一方面是关注你，可能会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对吧，肯定很高兴，心里喜滋滋的，对吧。但同时呢发现紧接着而来的是这种做什么都会受到那个。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特别习惯。我就是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最厉害的，就是这样。极端的就是要。对，就像我那时候我红的速度很快，然后红了很久以后，人家说你从来没有拿过奖，突然找到我一个漏洞了。好吧，我拍了一部电影，就连着拿了三个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然后可以拿的奖都拿完了，然后大家就不说了，奖太拿了，他们这个打回去了，这种论调。对，但我不是为了拿奖去拍那个电影，我是好好拍，然后那年可能别的片子又不太好，都有可能吧。然后再没有人说他是一个不能得奖的演员。当然了，大家也可能说他是没有票房的演员，因为他拍那么多文艺片。那我相信势必和马上上映的话题，对，又来一定会票房非常好。是的，当时可能中国这个电影市场还没有爆炸的状态。不，他们就喜欢去说你，就是看张朝阳买了条领带，马上就去问赵薇你怎么没红领带啊。然后就再问那个更不可能有红领带的人说，哟，你怎么还穿短裤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大众服务，你知道吗？就是他给大家提供了饭后的谈资，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些东西，人们的生活需要来谈论赵薇。是，我现在非常理解，但有时候要提供一些正面的可供谈的，有时候也提供一些娱乐八卦的供大家消息。对。当然有时候想，哦，这可能是我们行业中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它要成为行业中的一部分，包括被偷拍，我觉得一方面你对大家做贡献，另外一方面其实在传播角度对你本人知名度的传播也会有好处。是，像我这样粗枝大叶的这种对大方向就是大事还清楚小事很迷惑的这种人，其实是非常那种善于被偷拍的这样的。对，我现在想我当时为说到这个其实可能说这个让人不太高兴的事儿，就是这个军旗事件那件事，我觉得你真的挺冤的。对啊，我只能说我太倒霉了，又不是我要穿的。对。然后那杂志社也没事儿，然后让我穿的左边也没事儿，审杂志的也没事儿。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你太红了吧，我觉得。对。大家就记住嘛。而且你凭什么呀？而且其实当然后面也有很多原因，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状况，当然事后都不提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这种，不高兴不好的东西，我很少去想它。哎呀，这个东西很不快乐。我
我想了十分钟，哎，你怎么能想这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把它就放掉了。这是一种能力，一种本领。这是一种不是人人都有的能力，就你能放得下。很多人光拿。你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说从小燕子之后已经发现？是我的遗传，就很能舍。就是很多人这个也能拿，那个也能拿，他放不下去。遗传是越来越累。就我家人就要豁的，我妈妈。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你母亲。可能吧，他们也是那种不跟人家计较一些小事情的人。嗯。在工作上、生活上，包括买菜啊、干嘛的，我看他们从来没跟人计较过任何东西。因为这东西买回来就是烂的，我看他们也就哎呀。是烂的，也就这样而已，绝对没有哎呀回去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在外人看的糊里糊涂的。这是一种天赋，对，快乐的。那他们应该能活得很长寿啊。对，应该是。我到现在我的姨婆已经100岁了，在三藩市。你的姨婆是属于是我外婆的姐姐。 你妈妈那边的，就是我妈妈的亲的姨。对，我前几年还去美国看到，在San Francisco的三藩市旧金山，你现在再过年101岁了。我去看他还是白头发，梳得光光的，戴着珍珠耳环，穿着刺绣的那种中式的衣服，一个金丝框眼镜，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了。嗯。但是讲话什么都很明白这样的。所以长寿跟这个心情绝对有关系，放得下。对，放得下，您这个也要，那个要，这个收着，那个收着，又不是文化知识，你说那么多，然后。文化知识学多了，最后也是教你如何去放下嘛。对，你当然越走越累嘛，对不对？就估计你能也是应该比较长寿的。一生下来他就是很忧郁，他注定能成为一个早会夭折的天才。对，他那么有思想，他那么痛苦，他写的文章那么惊世骇俗，他早早的就夭折了，印证了天才的成熟来历，青史留名了，但是对自己毫无益处。对，但在某种角度，他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是遗传。嗯。为什么很多人说天才是天生的吗？嗯。或者像我这样，就是我可以不去。大事不糊涂，小事无所谓。对，让你让我做一个很明显有问题的事情，我也知道这不行的，就是对。就像你刚刚说，你要帮我刷卡，那我肯定不能说，都要了。对呀、啊，就对呀、啊，你肯定会刷的。对。那我不能这么做呢。对，这就是大事情。这也不是大事情，对吧？面对镜头的话，肯定得。人咱们俩自己去逛街，我还不一定会让你给我买眼镜，他看我想你买眼镜了这样的，嗯。好玩吗？比较好玩。对、啊。所以那个，你小时候的长大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啊，太遗憾了。我生活的地方不存在，我的童年的记忆是不存在的了。我没有我生活的地方。你把它给删除了？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不生活在北京，我也不生活在上海这种比较大的城市，很多东西它不能敲掉打掉。我生的地方，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曾经跑的街道。买东西的地方全部夷为平地，全部换成别的楼跟街道，然后那个老房子跟那个穿街走巷还有一口井，那全部都没有了，就是在记忆里了。只在记忆里面，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他，然后没有任何地方连照片都没有，所以我想哎好可悲啊，我没有童年了，我的童年没有一点点影子可以找得到。但是地点就在这儿了。我有一天躺在床上，我就想，哎，我如果从我家楼下来，怎么可以到那个公园？我顺着我的记忆下楼，然后往左转穿过去，还经过很多人的家，我同学的家，然后再怎么怎么绕过什么地方。我的记忆里，从我是小时候走的路湖到了那个湖边，但那个湖还在，是在那边。哎，为什么叫芜湖呢？是因为有那个湖叫？没有没有，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但是芜湖这个名字应该是很久远的，因为在香港啊，有一条街就叫芜湖街，就是说它应该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一个名字。嗯，可能我现在大了，再回去看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如果没被拆，我可能觉得是真的应该拆。但是因为在记忆里，它就是那么美好，我觉得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半旧不新的，
那些楼都每一个县城长得都一样，对，一点都没有个性化，还不如我们以前的那些老楼。所谓的现代化，中国发展太快了，三十年开放改革，所以它这个速度是快到人没有机会喘息这样的。对，就连北京最近也是，简直也是变得很快，为了奥运会简直都是最后的练兵，把什么东西都给中国就有这个强项，我觉得。对，就是昨天一看是这样，今天已经变这样了，我觉得效率高，效率。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在看电视上一个那个社会，我平时不看的家庭纠纷，放在电视上吵，就妈妈讲的话吧，然后我就乐了，我说真的一代人一代人，妈妈现在啊，就是首先我女儿不应该没结婚跟那个男的在一块儿，其次啊，这个男的这个那个说了很多，后来我想，哎呦，这个妈妈现在还停留在如果两个人没有结婚还不能有任何的性接触的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现在这么大会惊讶，现在小朋友小学就开始拖着手去逛街了，对啊，去谈恋爱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对了，对，你看我们小时候肯定是想也不敢想，或者我们小时候是哪个姐姐谈过一个男朋友，对，他已经不是好人好姑娘了，他已经过一个男朋友，我们小时候如果是谈什么被人流氓被抓起来的，对，或者你这个女孩是曾经交过一个男朋友，她就是坏女孩，其实她可能是拖拖手而已，或者亲亲嘴而已。对，然后看到那个妈妈，她说的又更加的那个，看，所以我就说，其实每一代都，就像我们都一样的，其实，变了就没办法。现在小学生也可以拖着手逛街，就这样。你现在那个，你说你没睡，你睡眠怎么样？还可以吧，正常。对啊，你说你什么都放得下，还都可以自动的。我说还可以啊，正常。因为我早上起的也不是很早，所以，但是我晚上又很希望我很早就睡。我十一点我就上床了，现在，我现在生活可不像原来那么，我刚认识您的时候，天天有很多应酬啊。对啊，我有时候咱们也。那时候就是应酬太多。现在大家都熟了，也不需要再应酬了，每一次打个电话就可以了。真的，你现在锻炼吗？我看你保持挺好的。我今天刚开始决定，前天刚开始决定开始锻炼了。我前天去游了个泳，也许你刚问完我，待会儿我就去游泳了。OK。哎，这衣服我变了，我看看，因为我不会穿，很少穿这种衣服。我觉得这个北京有很多可以这个购买奢侈品的地方。啊，算了，没关系，我不能让你太破费。一般那个就是，看一个女孩好看，购物的时候的欲望是吗？对。张总，快把单给买了，看看多少钱。又不能设太高，又不能设太低，设太高吧，3600。那我得常常戴着，无论白天和黑夜，我都戴着这副墨镜。人家有个女王，人家未来了，怎么样？谢谢你的眼镜啊！谢谢。有人偷东西，不是，挂着。